Sammy 郑秀文自从安心事件之后，一直都冇公开露面，积极投身八月份嘅个人演唱会排练，不时都会喺 IG 铺一啲自己嘅动态。呢日佢就铺出一张多年前嘅旧照同而家做对比，问大家中意以前嘅火柴咪定系而家嘅肌肉咪。Sammy 仲话好后悔以前带咗瘦到皮包骨就系靓嘅疯狂概念俾大家，仲呼吁大家同佢一齐去锻炼肌肉啊！呢番说话就令到张继聪、蔡卓妍、汪思思、邓丽欣等等嘅圈中好友都纷纷俾 like 啊！